这个是群主家的彩虹玻璃宝石，高高的，这个花粉量很多的，这叶子上全都是花粉。包括那边那个高高的也是，今年春天我春播的有点太密了，看起来长得不是特别壮。这边这一棵应该是高产黄石英，它确实特别高产。这边是一串，这个花序从这儿分叉，下面一串花，上面一串，到处都是果子，到处都是花果子。就是从下到上，开满了花和果子。这边都是花，然后看它的顶端完好，叶子也完好，没有打卷。它的这个侧枝发侧枝能力特别的强，两天不见长这么大侧枝。旁边这一株也是，这两株是应该是高产黄石英，也是这个蜘蛛顶端和叶片都比较健康的，证明这个品种在我们华南地区高温多雨的条件下是没有问题的，抗性好得很。